诈骗手法愈来愈多，为着向民众宣导反诈骗，警政署长吴明昭日前发布五条反诈骗的影片。云林县警察局后尾分局嘛，呼应署长的五个反诈骗主题，制作宣导短片。警方表示，影片用着趣味的方式，希望加深民众印象，和大家管理诈骗。你讲啥？你叫我哭？哦，你阿明哦。云林县后尾分局因应警政署署长所发表的反诈骗影片，特别召集后尾分局的警察同仁。制作了宣导影片、威胁影片、真影片，拢是由警察同仁来关心，以轻松方式来表达诈骗的手法。因为近期我们署长为了在加深民众就是反诈骗的一些诈骗手法，所以他自己也有上电台去做一些宣导。而我们分局也是为了要提醒民众，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比较诙谐的影片，来提醒大家来注意说这些诈骗的手法要去留意。我们就针对这些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像假网拍、假交友，还有解除那个分期付款，还有假投资这一类，就是民众经常会遭遇到的情形。我们用一些比较诙谐的手法来展现出来，让大家去有深刻的印象。这个期间就是刚好分局长有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就花了一天的时间来做这个过程。每个月重复扣款，那我要怎么做？要到 ATM 去操作吗？影片当中就有警察来判案着被害人，提醒民众生活当中容易拄到的诈骗手法，包括假网络买物件、假交友、假赌分期付款、假投资等等案例。湖北分局在此也是呼吁民众这些诈骗集团他们的诈骗手法都日益精进。民众如果觉得接受到的电话或者是有人跟你联系觉得可以的话，请向当地的派出所来做询问会比较适当，因为我们的电话有可能也会被诈骗集团转接，所以直接到派出所去做询问会比较好。诈骗的手法是百百款，透过影片让大家更加了解诈骗的手法。警方也呼吁民众，若是接到可疑的电话，会当直接前往警察局来询问，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林贵祖采访报道。